四眼哥哥捷运绝凤爪仲掠骨添啊，好滋味噃！上个礼拜四台北淡水去新店嘅捷运列车上边，好大阵凤爪味啊！咪因为呢个哥哥唔知系咪饿得滞，打开胶袋公然啜凤爪，仲掠啲骨落胶袋添啊！行若无人，睇到隔篱个乘客，即刻攞起手机直击你啦！凤爪哥，你唔好啜到忙晒型得噶，被发现咗啊，可以罚近2000港元噶。